赛的都出来了啊！门将是阵里啊，左边、右边是王伟和邹胜两边后卫，中卫是加申和武科，中场后腰的位置上是波波维奇和王浩，对，然后前面周俊辰、朱建荣、亚历还有拉多尼奇啊，具体怎么排还是要看比赛。镜头也是对准了武汉队啊，最为管用的一个。 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比赛又安排在大连人这个训练场来进行，祥和那个富力的店会好像就是在这个场地踢的啊。就我们现在这个场地主要在这个看台比较低，然后也比较小，这个假期位可能这个比较困难。看全景比较困难，看全景比较困难，对这个主要还是有球的时候可能更多了看这个持球人的状况，整体的这种看全局的概念可能稍微差一些。 背水一战了啊！背水一战了，真的是淘汰赛非常的残酷啊！而且这个比争冠带劲。我看一个说法说明年很有可能中超还会打赛会制啊。教练组组长，马永康，他实际指挥的是彭丽啊。对外现在说话了都是彭丽，但是实际上这个组长因为大康有证。 啊，富民和张海军啊，对，现在是因裁判。这段时间这个主裁判执法的压力都很大啊。其实上一场比赛，武汉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2-0，这个比赛这场我们就很难了。这样的话，他再多一个人的情况下换下莱弗拉，然后亚历。 留在场上，随时我们还是有机会的。所以跟富力的比赛那天，我们就可能就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对换下这个亚迪可能有一些看法啊。但是实际上，一切告诉我们，他只要在场上，可能他看不见很长时间，但是他就会有决定比赛的能力啊。而且武汉上一场还有一个绝好的空门的机会啊，最后时刻是被我们的补防队员给挡住了底线啊。 看看我们能不能这个有一点好的运气。替补席上啊，青岛队替补席上其实能用的进攻的选手不多啊。今天能也把牌一下打出来了啊。是的。武汉这边我看了看，替补席上还有董学升和马丁斯两张牌啊。大康、亚历也很大。吴指导啊，吴指导能肉眼可见的憔悴了啊，和刚来的时候那几场那个意气风发相比啊，这活不好干。 穆里尼奥，这个15年前、10年前、5年前、现在照片，然后再看伊布啊，15年前、10年前、5年前的照片，就感觉伊布没怎么变化啊。对，穆里尼奥明显就感觉老了这好多啊。好的，比赛正式开始。青岛皇海青港。 对阵武汉卓尔队的比赛，这边是用邹正在防埃弗拉，邹正在右边。亚历今天是出现在了右路，提高翔这个位置，提高翔这个位置啊。
朱建龙也是翘那个接近于前腰这种、啊、嗯，然后这个拉多是顶在前面，最前面，对对对，是这样的，四二三幺这种排法，那里可能会有更多的内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嗯，就这样呢，他离门稍远点，嗯啊，这个可能直接攻击的效果可能会稍微远了一点，嗯，但是就当然他的能力在啊，就说他的这种在场上随时有可能就会取得进球，是，所以我说全队留一，开玩笑啊，我们比完赛一块吃饭，我说这个留，我说留一个人都得把他留在场上。刘毅，这是第101场代表武汉队啊。王浩，他当时从伊藤走的时候，就是他到伊藤的时候就是2000万，嗯，走的时候就那个年代时候价格还没有那么疯狂，嗯，这个队员是个很好的队员，嗯，左边后卫包括左中卫，嗯，啊，因为观察他时间比较长啊，包括他跟普琴，嗯，那帮这个伊藤那帮队员。当时也是接触过，嗯，价格太高，对我们来讲够不大手。球是一直在我们的右边路发展。然后上一场打边后卫啊，其实是那个失误让人记住了，但是他全场比赛除了那个失误，其实还行啊，嗯。今天是回到了后腰的位置，他最擅长的后腰的位置。就是上一场，哦呦，埃弗拉，哇！我这口气都没敢喘，就憋着在这不敢说话了，他就吓死了。这喘一口气，这真的啊，这已经就等于被破膜了。嗯，这是。就是这个谁，这个你不太看好的这个巴布丁特，能力还是弱点啊，等于整个全部都穿了，切到那儿了，然后这个横传，提了个醒啊，三分钟。嗯，再来看，太危险了啊！哎呦，有机会，朱建荣传好，右脚传，后点空球，哇！哎呀，这球传得很好啊！拉多，你其实球应该，这个、拉多是有点原地，原地、啊、有点原地，但是这个球我觉得对他原地也应该能发生力啊，这球啊，传得很好，朱建荣球传得真漂亮，还是右脚传的，跳早了，光想发力去，往地下卡，光右、核心力量光去发力了，可是球这个吃的部位吃的不是很好，嗯，开场。不到五分钟，双方各有一次门前的好机会啊！看埃弗拉这个，嗯，在球队当中的位置啊，俨然是球队的大佬啊！胸部停下来，没有吹犯规，没吹。埃弗拉这下是要这下是要把他扼杀在可以对中场，要把他扼杀在不能让他转身啊！周正一下还很有经验。
他转过身来，这一躺起来，跑起来你追不上，追不上，就那就是想办法别让他跑起来。对，就是其实就是说防埃弗拉这种筷子，你看，有一下啊，轮着来，这下吃牌了，轮着来，就是。防埃弗拉这种筷子，你不能这个等他转过身来趟起来，你没法追啊。嗯，实际上就是你还是要这个在无球状态下怎么对他的盯防很重要，限制对他的传球，限制他接球，限制他接球，然后他背身的状态下你怎么去靠近他？嗯，啊，你让他打，如果他打空切的话，如果你贴得太紧，他容易转身。嗯，就说白了就容易打这种空切，那就需要其他人对他的协防。是，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因为对重点人物设置重点的这些，防守的一些备案等等。就是说要协同作战，可能单对单确实是很难。王浩一张黄牌啊，这不是什么好消息啊，刚开场，开场有点早啊。主力的后腰投球解围，亚里他的定位球挺有特点啊，上一场比赛进了我们一个，也在这个位置，他左脚传的很有层次啊，他的这个几个几个他这个球吧，他发得挺快，点嘛他不高，哎，这个就是说他没有让你预判和去这个选择的时间，都是往里冲的一个过程当中，谁蹭了谁就有，这是的。双方都很谨慎啊，武汉队也是啊，在半场你拿球直接就不让你组织进攻，在这个位置他一犯规，你整个比赛就全部进攻就等于全部都终止了。这种比赛想要破门得分啊，真的就是说得有个人能力的超强的个人能力的发挥啊。这边咱们进攻实际上就是顶上去朱建荣就是四二啊，收回来他防守数回到后腰就是四二三幺。哦，不能往这儿顶。又是埃弗拉，王凯，好传了。嗯，贾申手上带着伤，中卫出来了，需要有人给回去，可以回了。对对对，还在，还没有转过来，就转过来。对对，这下让他回去，回到位置。就是感觉武汉队一进攻，埃弗拉一拿球就感觉很可怕，因为他有速度，嗯，所以他这个对你不是说这个给你小刀磨那种感觉，这大刀直接就砍过来那种。是，拉多，那就真的就不给你任何的这个组织的机会啊。是，刚才那个顶那个方向不太好。又是埃弗拉。又是埃弗拉，危险，危险，左晃右扣，埃弗拉，投球，哇，不敢说话呀，不敢说，我都根本不敢说话呀，就一个人在那忙活仨，你看那边，最后还把球传出来了，传了个空门。你再看看这家人，一对三。甚至说对四，这是得亏巴布蒂斯唐，真是个，又这两下你看看，又是他啊，又是他，对对，又是他，面对空门啊，又是个左脚，两下。我看但凡前面配个好用点的外援前锋啊，这个队还可怕，太吓人。朱建荣有戏。打到里边，我们两个因为这两个人的身材都很好，也会对对方这个冲击比较大。是这个，朱建荣的这个护球能力啊，包括投球啊，还真是他的很强项。啊，拉多身体也大啊，这个也很积极，就是还是前面也有机会。就现在关键攻，我觉得有戏。但守不好守，不好守。对，就你这弄个埃弗拉这种，你不好防。这还没往上，就是说全面压上的情况下，对方已经打得我们风声鹤唳了啊！这两下都是必进球啊！贾申，少点带，少点带，先输位置。嗯，这下不要顶，就等通报，
先把背后这下收住。朱建荣传、还可以吧，这个线路，这个线路还可以。拉多的速度啊不是特别快啊，他这么大身体，就刚才但是他刚才就是朱建荣 C 这下的这个直线球啊，还是有这种线路还是不错的。对对对，如果能掐到身前去，就是对方收这下收得好，这下提前他先落了，然后他等于把身位卡在你前面了。如果拉多能在这个位上拿着球，包括边路的这个西队十号啊，还有其他人员的一些支援等等，可能中路就再有机会。单纯光打边儿，一边破边儿比较难，还是要中路吸引他一下，然后再往边儿走。又是一个后场传球失误，今天后场的传球啊失误出现了多次了。波波分到这边，亚历山德里尼一对一，埃弗拉在防他，两个外援对上啊，回给波波维奇，波波维奇前场的反抢，又是一个今天传球失误，非收炮的失误。我们扶正，周正啊，又一张了啊，刚有一下，周正一张，黄皓一张，开场十二分钟，青岛队两张黄牌全是埃弗拉，全用他身上，在埃弗拉身上犯了四次规了，然后埃弗拉还创造了两次必进球的机会啊，这升踢了，没办法，今天这下，就在这个位置啊，在中场，上一场好一点，我觉得开场没有那么劣势，就是起码我们这边还有向前啊，因为毕竟我们还落后一个球。这是要轻微二，刚才那个动作，刚才那个动作啊，对，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让黄牌，你球比红牌有点过了，这得说肯定就是。这不至于啊，这不至于。后点门将的啊，今天这个比赛打起来有点来回的这种回合了。上一场一开场人基本上全把你控住了，半场你都出不来，那个就太被动了。我估计这也和这个战术有关系啊，上场可能就抱了一个我开场先死守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率先丢球加上人员的配置，吴景航身体用的也是很好啊，几次都没在边路把球丢了。阿里索上一场就是他投球啊，第二个球是他投球，一个赛季没进球，关键时刻来那头啊。那我们这就来，是跨一跟我们踢的，能瞪起眼。踢了三场，赢了三场啊。左边路王凯，马夫迪斯唐啊，主要注意中间那个十七号啊。球进了，埃弗拉的操作，又是埃弗拉，只要球在他脚底下就有威胁。刘云，十五分钟，青岛黄海青岛零比一落后，这就到了悬崖边了，差两球了，差两个了，打得真好啊，小伙子。
这球是你看把中卫等于调出来了，嗯啊，就是这个巴比特唐把加深的边路然后调出来以后，他塞到埃弗拉脚底下，埃弗拉然后往回一坐走内线，这球是后腰这儿还是漏了啊，中卫这时候顶不出来，一大片空的啊，这个球是后腰这个位置上，对，中卫是一个中卫被巴布迪斯唐吸引到右边路了啊，还有一个中卫在扛着埃弗拉啊，对，埃弗拉一坐，我一看这么大一空当，人呢？哎，他小左脚还是很有数，对，停了也好，由于本身就是一左脚选手啊，他第一场给我们打的时候进了。必须一战了，真的必须一战了。这真的就感觉就是武汉的这个踢法和他的人员配置，真的就是不是跟你说他跟别的地踢，他能踢出这样？他踢不出来这个效果，啊、他也能踢出这个效果来。他现在不是这个情况。对啊，他是跟我们踢的，这是很对路那种。越赢越有信心啊！你这踢了三场、四场球，这第四场，前面踢了三场。我当时说跟福利那场球真是挺可惜的。嗯。你碰武汉就信心实力各方面就都不好踢，当然这个比赛还有很长时间啊，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加油。你说这巴布迪斯唐要换个别的外援，这已经两三个了，嗯，刚才这下中锋出击，嗯，然后边路往里塞进来，到另一个等于变，那一瞬间的时候，埃弗拉跟他等于换位了，嗯，啊，然后他埃弗拉顶到中锋去了，嗯，然后塞脚下一坐，然后打的还是很清晰。亚林，朱建荣回给亚林，亚林内切，黄牌有没有？没有，看这样应该是没有。定位球吧，啊，嗯，真的看能不能没有太迅速扳平的话还有机会，嗯，别让他撑住了。一般就这个，你看这个得分啊都是这样，一边不进那边也不进，那边一进直接砰，很快来了。哎，后点就是直接转出了边线，我们等于是排出了中前场最强的能用的都用了，除了高翔停赛。替补席上看了看，也就是王云和阿卜杜拉算是，王菲和阿卜杜拉算是这个边前卫的替补啊，巴蒂。开场都是属于这种失球，跟武汉踢的一开场失球太早，没有这个，就顶不住啊，嗯！董春雨，小门伤了，小门伤了以后，这段时间就是他在打。武汉接下来他可以很好的来掌握比赛节奏啊，可以适当来拖一下啊，因为他领先两个球了。青岛队是攻击力，打武汉三场比赛就进了一个球，还是压力的任意球。而且除此之外，说实话，真的没有什么好机会啊，真的没有什么好机会。而且咱这支球队，说实话，你真攻出来的话，后防线留下一大片的空当。对，这埃弗拉又来了，又来机会了。而且要注意一点啊，嗯，因为有两个队两个黄牌，两张黄牌了，不能再下去人了，那就。这比赛就彻底骄傲了。好的，机会，看连人漏俩，飞过来漂亮，亚里，十号，啊，还有，出界，啊，右脚不得劲儿。
哎呦，这个球分得真好。嗯，那右脚还是差点意思。啊，这要换调到左脚上。是。他其实有机会，这个球往左脚上调，再调。不，不能扣了。再扣就没了。对，这么大空档，调让你调整这么好，调整这么好，不能再扣了球。右脚还是，可惜啊。可惜。这真是刚才那个球，你难得一遇的机会，因为对方也是俩人踢空了。对，那个拉多刚那球很漂亮，传的也是分，他内线一变，然后推过分出来，球很恰到好处啊。对，分两个方面，而且让你这个后卫吧，他还断了一下，他没断着，他要是直接就断不着，他往回可以直接收。断了一下，他往下断，他断不着，他再回停住来了。对，这下传了分两，等于一个准单刀了这球啊。对，就对门了。打低球就好了，别打高球。他打了个近角，他就右脚吧，没有准头，就往里抡一脚。抡一脚啊，只要左脚，他可能就照着他就有想法，照着远角去了。我推远角，推近角。就前面有机会啊，前面有机会。现在问题就在于后边现在守不住，防不住他。没有没吹走，吹了还是吹了啊！裁判犹豫了一下，有点拉的球。他的后边也不是很稳啊，是他的攻要比他的守好，是啊，你看他这个队也是这样，你包括他的边后卫，你看他上刘毅上多大，然后那边明天，全都是进攻型的，都是这个主攻型的啊，对。因为他中场缺乏组织啊，对，那这个只好利用边路。那会儿没打，上一场球，一看那个样，我估计王伟这个球出现了失误，巴普蒂斯唐倒三角，哇，危险！看那球好堵了一下，漂亮啊，这下反击的机会，传好，亚里，北约贝居然能回来，快回来！但是等着出球没有机会了，拉反点远点，这怎么了？有动作是吧？对方 ，OK， 对方有动作。这个先这么吹，肯定是要吹犯规啊！然后马上 VR 介入，什么动作？活动球当中的动作。看啊，胳膊肘，啊，胳膊肘左胳膊有一个左胳膊有一个扬的动作。看了吧，胳膊肘有个扬的动作，向上抬，犯规，啊，任意球很好，这个位置压力，有机会，看看有没有 VR 啊，有没有再能把它发去更不好，看怎么认定，先是任意球这个没问题，对，啊，这个位置很好，哎呦。哎呦，指挥全场了，指挥连场下的都指挥了。主裁判也是在这个东西没办法，人确实就是这个队，我说就他一个人在这踢球，零球全靠他啊。他自己去看。最少是一张黄的，如果严格的话，红的。三部曲，先任意球，然后看看有没有牌。无球当中，跑动当中，胳膊肘有个扬。看，这个镜头很清楚。肘击啊。左胳膊，看，这个是很坏的，这个要认定你是什么暴力行为，还是什么，就怎么看你怎么认定。是啊，如果他吹一个单纯的犯规，
反复的看啊、反复的看，就是反复的看，肯定就是作为他脑子里边，说裁判员脑子里边肯定是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哎、对，但是就是他要找一个明确的证据啊，对对对 ，OK， 我看看这是到底怎么合适、啊，对，这个视频能证明，如果他没有，就直接就走了，对，啊，你要是有的话，很明显，很确定，反复的看，就是说他在要找一个清晰的啊，对，然后他怎么认定？如果认定是暴力行为，直红啊，胳膊肘，看，他现在还在想，你看他的眼神，然后他跟 VR 还在沟通啊。VR 都是中国裁判啊，他也韩国裁判啊，这个看看是不是直红，掏什么，掏牌了，看掏什么牌，红牌，好的，红牌，好的，这是。最棒的一个了，天助我们、啊、真是、啊、每当我们真的悬崖边的时候，就是哎，有人会帮我们，天助我们啊，宋志伟直红、嗯、啊，27分钟多打一人、嗯、落后俩球啊，有机会，他们在和埃弗拉说，我看到了啊，没用，他这会儿已经掏完了，看嘴型，嗯，看嘴型，嗯。这时候，宋志伟，你说什么已经没用了，那个红牌了。你再更多的激动情绪，只会给自己招来更多的停赛啊。裁判员看了 VR 之后的判罚，没有用。啊，那武汉球迷，他现在他很后悔，嗯，因为有可能他是一个。对，对，我当时我们说过，就是你没法去预测淘汰赛的比赛，就是有可能一个人的冲动，一张红牌，很多事情都变了。这个就是自己的平时的没有养成好习惯，这完全是一个不必要的。它是一个下意识。对，完全是一个不必要的动作。你现在让他再来100遍，他都不会来了。对，但是那一瞬间他就来了。嗯。而且说实话，他那一下其实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上的伤害，但是有那个动作，你又打到人了。啊，裁判就可以认定你是这个。马多很有经验。嗯，这球要再进了就更好了。那一下就这，嗯，局势就完全不一样了。算红点套餐了。啊，武汉队排出了一个5人的人墙，马上他要变阵型了。嗯，啊，少一个人，他发起这个位置，然后看他是场上变。还是他要换人啊，通过换人来变。董春雨啊，站在门前，上场打你一个，这场还得打你一个。哎呦，地下也躺一个啊，这是防止打地滚球。他应该不，他不是个打地球的选手。亚里站在球前，30秒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呢？亚里的金左脚，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亚历山德里尼射门，进了，球进了，漂亮！29分钟，亚历山德里尼扳平了比分。我们还多一个人，红点套餐，十号人才关键，管用。这火呀，真是就全队就剩一个人，把他留在场上，啊，这一下士气马上不好。被逼到悬崖边上的青岛黄海青港队又迎来了一线生机。不是上场打的一个，这场再给他一个。上一场打的一个，我们一张红牌，这场他们一张红牌，又一个换了一个角。门在那猜，换了一个角。门，你看看守门员，他怕了啊，他怕他打这边，他提前先移动了。他不敢，哎，他重心。他提前移动了，然后他回不来了。回不来了，这下是打了一个心理战。嗯，这样。不光有技术，还有斗心理。上一场打了一个右上角，这场打了一个左下角。啊，他往那一站，我说董春雨已经虚了。嗯，这任意球真的是，哎，提气呀，还差一个。嗯，小心动作啊！我们这时候我们要注意点动作。我们两个有黄牌，对，慢点。武汉现在还不敢死守，他现在还不敢死守啊！这要是还是差两个球，他说不定还能死守。现在差一个球，他还不敢死守。青岛队的机会又来了啊，很戏剧性，很戏剧性。这说实话，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中超啊，这第二阶段打到这个时候，前面好几场比赛了，就第二回合真的是很好看，很好看的，各种比赛都有。从申花和上港那场开始啊，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一场接一场。鲁能和河北的第二回合，
昨天重庆和申花的第二回合啊，点球罚了那么多轮啊。早早的扳平比分对西藏队来说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啊。压力太厉害了。嗯。咱这边也是一个人的。一人一队啊。就一人顶一个队的。一人一队。他换谁也不会换这埃弗拉了今天啊。上一场我估计他上一场这个换埃弗拉。他现在互老毁了。上一场换埃弗拉很有可能成为。就是说这个系列赛的一个转折点啊，我说他回个图他下来的是老毁了，刚70分钟啊，2-0领先，多个人、啊、那时候他打反击留埃弗拉在场上我们都不敢攻出去，不敢打，我当时我还说林别尔算了、别踢了，你要再往前攻再让人打一个、哎我一看这不埃弗拉滑下去了，我觉得哎有机会了，趁着武汉这段时间比较慌乱啊，他场上有没有换人，禁区里面，禁区里面角球，角球，角球不错，任意球破门了，看角球能不能再破一个啊，上半场尽早的确定啊，洛维奇看能不能在上半场就把比分扳平，洛维奇头球，这下眼看着没有人防守的头球啊，他冲上去了，冲上来了，点球点附近，球是顶的稍微偏了一点点啊，顶正门就进了，没有人防守，防这个是卡里索顶，在卡里索还干扰了一下，干扰了一下，我门前拉多这一下，他够不着，他够着越位了没有，就直接能卡进去这下。王浩这下很可惜啊，因为卡里索在那儿一站一跳，王浩多少还是有一点就是受他的影响，他冲的那下有个侧向的一个甩头，要是没有卡里索直接就正面的去冲顶啊，这球门将是碰不到的，同时进行了啊，深圳现在是1-0领先石家庄，深圳也是领先两球了啊，上港是1-0是争冠组，上港1-0领先苏宁，战斧苏宁。输了的基本上就碰石家庄了，这两家有一个，石家庄那边我估计很难，深圳也不是个，哎，花多少钱组了个队，打成这样。啊，深圳那几个外援看着就眼馋啊，什么约翰马里、普雷夏多、塞尔萨斯啊，这几个普拉利甘吉啊。特别前面那几个给咱一个好用了，国内球员都是买过去了，都很高的价格。郜林啊，很多这张远啊，张远，他重新垒了个队，对，买了一个队。刘毅，青岛队，我觉得应该是借着这股士气再攻一下。你如果再凉一会儿啊，对方武汉。铁了心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时间的流逝，铁了心的就给你龟缩防守，青岛队也麻烦。武汉这个队容易出现短路的情况。他去年打了第6啊。就这帮人外援的阵容组合能打第6，确实也挺神奇的。几个其实也不便宜，西甲来的很便宜，是。但是今天巴布蒂斯门前啊，几次好机会都没有把握住，黄牌，这个拖延比赛时间，从这时候就开始拖啊。裁判员先定一定，他现在是要稳，因为他现在有点乱，这一张红牌其实本来根本就没有这个球，是，哪有这个球的事儿。都球都发展到右边路了，碰一个胳膊肘，他其实不碰拉多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大威胁啊。但是就是说，这就你就给一个，给一个，还把自己弄上去，把自己送回去啊。宋志伟这下真的是，他现在在场底下，我跟你说，回断肠子了，对，没有用，没有后悔药。刘毅四皇，下一场比赛也要停赛啊，不管他下一场是打谁啊。不管是打深圳还是打石家庄，
不行就先放到那儿。嗯，哎，放了放了。埃弗拉边路，巴布基斯汤，危险，危险，好球，这里一次世界级的扑救。我谢谢你，巴布基斯汤。这球主要还是巴布基斯汤自己呀。我谢谢你，踢得太正，但是危险没有解除。巴布基斯汤面对门将，一脚推射，瞄着守门员的身体去的啊，吓出一身的冷汗。反击的机会，比赛打得非常的开放。波波维奇分到边路，周俊辰一对一，没有传过去，示意手球，裁判员没有理会。埃弗拉那下你想把他放倒，你都放不到啊！那下想犯规，其实是。前场是有队员这边有受伤，倒地了。对，这下埃弗拉，刚才就想缠到他的中间，就没把他放倒了。要补牌了，补牌了。谁呀？五科吗？加深啊，加深一招。在中间，他正面一个铲。他在这等了半天，他在盯着看，你盯着一看有没有慢动作。他盯着看，盯着看。这我就来这下。这球，一脚还是登上了。登上了，没踢，没。哎，这。这能力真强啊！照着腿。这两下。这加深都算是国内球员的中卫的佼佼者了啊！又拿出一张黄牌来，场底下开始，场边有些失控了啊！这种比赛，哎呦，这是武汉的教练组啊！对对，这是对刚才那个。就是比赛的惨烈性啊，这个这种比赛就得找外籍裁判啊，国内裁判你说谁敢吹啊，这个谁吹之前都得回去看自己论文啊。谢峰看嘴型啊。裁判他不好弄，不好弄，不好吹。这就是外籍还在这控制着，你要不叫国产裁判，真不好说。加深这球不至于啊，就也就一张黄牌，因为他一不是这种，就是脚底踹，二不是有故意伤人的行为啊。别交流了，就这边抗议很大，你知道吗？咱的队员啊，确实，这次如果能躲过去的话，下一定要注意动作。刚才说一定要注意动作啊，嗯，我刚才说的是慢着。对，很危险。不管这次加深这一下有没有后续啊，他容易去找平衡。对，因为已经我们三个防守队员吃黄牌了，下半场比赛肯定会更加惨烈啊。所以说啊，你就别这死活。所以说，更应该趁着人数优势的时候率先。啊，他是说他们是吧？说这边教练组，教练组对，四边应该是反映教练组。这都是用英语在交流啊。对。把麦都放开了。拿了一个过来，另一个学生英语很好，就我们在一块儿教练学习班，他是体能教练，这个应该跟篮球学，要篮球什么规则吗？所有替补席上的争议，你所有替补席上，不管你替补队员，不管你是替补队员还是这个助理教练，你骂裁判，技术犯规全气在主教练，两次你主教练就下去，你主教练你管不管吗？你不是你换着人过来，那这玩意儿你两次把他罚出去啊？就是也用这种同样的方式就可以就看限制他一下，对啊，就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比赛重新开始啊！小心动作啊！对啊，
右边这仨都带着牌了。嗯。后腰，右中卫，右边后卫。嗯。还有武林晨可以边路草路齐中路一点没有五克摆到左路脚后跟第二点朱建荣拿住球留意有牌抢嗯别周正直接推这球直接端对不上底有些想当然啊哎还好波波维奇压迫周正给十号啊他在这要要你给他呀边后卫套上去了直接的起球他现在都推到这儿了。嗯。他现在应该变四四幺了。嗯。他把巴比迪斯唐放最前面，然后这个埃弗拉是在左边前卫。拿住！哎呀，停漏了，停漏了，太可惜了。还有，还有，这是压迫了。嗯。这门将出来了，这门将出来了。上场应该会给很长会给很长的补时啊，很长对，有争议，有争议，有红牌，有 VR 啊，有介入，什么都有啊。很惨烈啊，很惨烈，停漏了啊，这他能停在身前，停在身前啊，他一摆脱做个假动作，摆脱出来射门。对啊，最不济还能混个角球。他在这儿有戏，有戏啊，对他只要拿球有希望。传头球，嗯，武汉今天这个后卫啊，也好几次出现这种情况了。他现在很慌很乱，你看他现在不敢就是在后边，其实有传球的机会，他不敢传了。嗯，他现在基本上就大脚往上撩。对，先顶住这阵儿，他就有点上半场后半段他是很慌。上一场武汉，你看这个后场这个球控啊，嗯，太有自信了。今天刚才这段时间，毕竟少一个人啊。现在是王凯和你看郑晨。他是王凯和刘云是两个等于是腰嗯哎左边是埃弗拉哎右边这个应该是胡定航撤到右边去了嗯然后这个顶在前面是巴布迪斯唐四四腰亚迪停得很漂亮右边路有套的传好波波低了两个大个在里边传太解围六分钟的上庭补时六分钟其实也不算长这个其实还应该更长嗯上半场比赛比较碎啊他现在拿不到对他一拿到就很危险他现在拿不到所以无球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嗯这个时候就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嗯找个人稍微靠靠他你别让他一下子一反击一下把他露出来没人防、啊、对一下露出来你看就这种先回去加深别管对让他们去挡球你先回位置换人了嗯胡静航下对他那个边因为他不是个边他不是个传统的边位啊边对他那么大个踢边不得劲三十九号从镇啊从上海申花转换而来的这是就是战术上换人嗯因为位置罚下人以后的调整胡静航是个进攻型的选手啊打三我记得有一回合是进了俩三比零那场嗯石家庄一比一了，哦，嗯，可惜也有悬念了啊，也有悬念了。今天下午同时开始三场，晚上还有一场国安的，国安和恒大。恒
达和国安是第一回合0-0，第二回合估计会很好看啊。嗯，还是来看我们这个比赛。嗯，补时已经补了一分钟，这个晚上可以不看，这个必须。啊，晚上看吧，这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就是看热闹啊。你们踢得越激烈越好。今天看这个就是巴不得青岛队，就是说，不管踢得好看不好看，能赢就行啊。巴布蒂斯特啊，要注意武汉的任意球。第一回合他在这个位置进，刘云球左脚，刘云球挺快。左脚，第一点，第一点就挺到莱弗拉的腿上。先踢出去再说。对对对，可以可以。这个我谢了。我看着巴布蒂斯特就想乐。不是，我真谢了上半场。上半场三个，两次门前空门，一个单刀球啊，三个啊。所以我很佩服武汉的教练组啊，这样一个外援常常首发。去年能踢前六，今年就是常规赛打得也不错啊。沃维奇。两个点，中间有，第一时间没传。刚才中间二对二可以传。对啊。还想再转移转移啊！上半场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传。时间不多了，上半场快结束了，可以传。这时候可以砸一下。对对，猛攻一下，然后后边注意点，就是你看他十号都推到这儿了，埃弗拉都推到这儿了，这是要犯规了。哎，这一下。压力乐了，压力也是很。裁判对犯规今天吹的是非常的严格啊。这球就是两人一个正常的，是这球吹的没意义啊，这球吹的真是这就没营养啊。往回扯扯，这就是亚洲裁判啊。这球换英超裁判绝对不会吹的。有时候看惯了中超比赛，再去看一些欧洲联赛，就觉得看欧洲联赛太流畅了，就正常的身体接触，中超是。只要一倒地，十有八九会吹一个犯规，不管是吹这个吹那个啊。你看欧洲赛场上五大联赛经常是人仰马翻的，只要是你是合理的身体对抗，裁判都不会选哨。传球次数和成功率啊，应该说青岛今天还是压过对方的。是的，我们今天的这个对方的成功率四场以来第一次。对，数据上能体现一点我们现在目前的形势，因为我多一个人啊。多一个人。对。还一分钟，上半场最后一分钟啊，青岛队能不能抓一个啊？头球摆下来，拉多，禁区里面拿住这个球，波波再传后点，头球还有，还有，停有点大，扫门前还有，跟进射门，哎呀，这是个后臂。王浩啊，这一脚啊，这你要给，你看人那边那个啊，禁区线上打，这就是一后卫脚法啊，这是后卫的，一脚解围球啊，哎呀，这么多好的、哎、多好的点，嗯啊，正面迎上来，你这种球，我是正脚背打行，拿大脚弓推都行，这种球，你起码得命中球门范围里边吧啊，大差不差啊，差的有点大了，那这脚。这样撞点了，到点了。上半场1-1，非常有意思的上半场。嗯，比赛充满了各种的争议、火药味儿。红牌、任意球破门，本来没悬念，现在悬念非常大。18号宋志伟，感谢。10号巴布蒂斯唐，感谢。这个强行把悬念又给制造了出来。我觉得中超联赛公司应该感谢他们俩啊，这让比赛会更加的精彩，收视率也会更高。好了，我们
缓一缓心情，稍事休息，进入到中场的拼球时间。好的，下半场比赛开始，青岛花海青港，关键的45分钟，上半场比赛1-1战平，下半场比赛青岛队现在还需要至少一个进球。他有点变化，他把 F 拉顶在最前面了，看看十号去哪了，是不是在右路啊？方巴布鲁斯唐，刚才这个字幕给的是换的是刘毅是吧？嗯，到时候再观察一下啊，看看巴布鲁斯唐好像不在场。再看一眼啊，嗯，再看一眼。F 拉现在顶在最前面，对 ，F 拉现在顶在最前面。然后，加深这下，踢出去的过程当中可能把他膝关节，他要是再伤了，这我们今天真是天助啊！天助了，就是啊。没看到时候啊？他没看到时候，对。掰了一下，掰了一下，落地的时候掰了啊！看看啊，落地，加深跟他有个身体接触，顶出球以后，他膝关节应该是掰了。高球不怕，现在就跟他上身体这下没问题，就是球在地面的时候，他这种速度的优势。这还是回放上半场的进球。对。小哥这打真好，这是我们的任意球，更漂亮啊！打的真好，没毛病啊！又起来了。这身体素质真好啊！我记不得手翻接空翻了。对，有这黑人运动员外援的身体素质，我记得有一年好几年前了，穆谢奎还在大连一方的时候，让人从侧面一脚蹬的小腿都变形了。对，看不懂。你说这我记得，以为折了是吧？以为肯定不行了，结果人上了接着踢，躺了一会儿上来接着踢，而且赛后也没说有什么事儿啊，下轮比赛继续踢，力量足。对，你说这个。这个镜头有印象，有印象。当时觉得是折了，就扑了扑了起来，接着踢，接着忙活啊。边破了，往围传好，还有射门，
哎呦，没打上力量，没劲儿，左脚，这要是赶十号射就好，啊，可惜了啊。左脚这发不上力啊。持续往后走的过程当中，看我们什么时候能破。嗯，如果破得早怎么办？如果迟迟不破，这时候我们再怎么办？再怎么办？对，我倒自己有个想法，如果往后走的话，把十号弄进来。嗯，两个中锋加上前腰，然后撤一个，然后因为后边四个其实没用了。嗯，你现在四对一，啊，对，找一个人靠上去，然后一个人保护，这时候就要想前面加人的问题了。当然。希望能早破啊！别罗尔达尔全中了。没有人、想办法还是再往下走走啊，其实边上是二打二可以打，可以打，对，然后你传完了你再跑，你看刚才是这个谁王伟给完他以后王伟再套，然后他拿球直接往里传，你再交给他活动吗？要这个节奏对他来说太快了这个他可以把球传给王伟，然后他再去套或者向里跑拉开一下，还是要再往下打打，直接45起，对，效果不会很好。而且在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时间段啊，应该这个讲究一下比赛的进攻的质量啊，因为，还不到盲目的去冲吊的时候。嗯哼。最后没办法。对啊，起起高球。你现在要更有层次的进攻，给对方防线施加压力，因为对方现在啊，还有40分钟，他现在可能还。正儿八经和你踢，你再过个10-20分钟，他就开始各种的，他要躺了。对，各种拖延时间，你那时候你想正儿八经组织进攻就很难了。不要以为我们多一个人，多一个人，但是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呀。我趁时间是我们的敌人，对啊，人数现在是我们的朋友。看看，图，哎，打，打。十号现在进了，你感觉了吗？对，他自己在往里走还是要求的，不知道，看看啊。现在就是集中力量攻坚了啊！后防线其实现在他现在就一个埃弗拉，四个人在后边忙活他啊，一个盯一个防，一个盯一个防，甚至说两个防。武汉现在他一个盯反击就是一个埃弗拉，就一个人，现在其他位置都上不去了。对，少一个人，他其他人都回来防守了。切断路线，你看他一个人在前面没戏，不好跑。朱俊辰逮多了，根本不给机会，不能让他转身。这就是足球比赛啊！我在想，这要是篮球比赛，埃弗拉一场比赛发多少球啊？他这下要一起诉啊，根本再见了，兄弟，根本就已经和你没关系了，一起步就三档了，已经，不是一步，不是一档起二档，直接一起步就三档了，已经。犯规11-7，青岛队这犯规估计得一多半都在埃弗拉身上啊，全在两张黄牌，三张黄牌都是他啊，王浩一张，加深一张，邹正一张啊，都是在他身上得的。高位逼，后边注意。控球权拿下来，开始传球，调度转移了，该往外走了，不要在他这边对磨叽了，对，转出去。埃弗拉，这个选手啊，在前面要给他再配个强力中锋啊，将会非常的可怕。这个转移失误太可惜了，别犯规，你看他这有牌，他小心。邹正看他跑到那有一小时，他不敢上手。该往上躺了。
亚历一开始还示意队友踢出去啊，后来一看快攻吧啊，这就等于多两个人啊。李景晨，这一瞬间我们多两个人、啊。裁判也没吹停啊，裁判觉得这个球不是个问题啊。这时候吹了，这时候吹，这时候不能再停。他等于咱现在这一瞬间是这一个人，嗯，他是罚一个人，他是咱多他两个人。他现在你有没有感觉他少一个人以后埃弗拉在中间，嗯，他拿不到球，是，然后这样的话就降低了他的这个攻击性，是，他在边上的时候他正面一拿球，然后他能冲你一带一过什么的、嗯、上半场开场在那忙活，但是你看他现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他少一个人也没有什么连接，直接往上打可能这个传球的线路就被封闭了，嗯，所以相对而言反过来说这样现在好防啊、嗯，比你开始那会儿要好防得多，好防得多。对，现在就看我们进攻端能不能，对，我们就是克制他的过程中，我们怎么破这个秘籍？对，大康给了马永康一张黄牌，一直在场边啊，今天一直在场边，和裁判较劲。啊，行，都压力很大，说实话，都压力很大。嗯，他现在如果不下去人，他们武汉一点都不带慌。嗯，他领先一个人数均等，咱不好踢。但他现在缺一个人，他心里也很慌。他的战术完全就全部改变了。他要不下去人，咱现在很危险啊！因为他不下去人数对等的话，他的反击是很有威胁的。周俊辰传十号打射门，弹在防守队员的脸上，这全都是往地下躺了，现在。他是想把节奏慢、嗯、啊，他在这儿也带不到那个门那儿去，对，要个犯规往外赶阵型。丢球以后啊，其实我们没必要就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就这么去跟他、嗯、啊，这个他在自己禁区他能带到那个禁区那是不太现实，还是想办法不要给他这种更多的犯规，就我们给对方这种犯规让对方去暂停比赛。朱建荣去边儿了，你看了吗？嗯，啊，朱建荣现在等于在那打边锋了，把最有威胁的点啊放在这个中间的位置。十号现在进来了，孙震，防守犯规，五颗。周俊辰下半场在左边路还是很活跃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始终抱着左路在打？嗯，右路少，啊，右路如果上的话就边后卫上了，戴维上了，你其他的你这个就是。左边这边，嗯，是两个边锋，对啊，所以在这打左边。传球，不要从这儿往里起，这现场告诉他，你从这儿起没有效果，都是正面往外顶，往下走走，那么往里套了两次了，是，你给他再往下走一走，再做做配合。还着急，刚才说了这个问题了，你这个时候就这样忙，这是最后五分钟，这是87分钟干的事儿啊，57分钟干这个还是有些早。这是司马当活马医的时候啊，你这么往禁区里面使劲力。卡里索把这球断下来，刘云远背了，越位，这还用看吗？这还等旗儿等哨了，你直观一看这数据肯定是越位了。亚历，变成拿球，王伟。对，现在全在我们是打左路了，嗯、因为右路朱建荣那个点就是个包抄点啊、嗯、啊。过渡假打，还是要回到左边。嗯，对，还是这边，围着这边打，现在能打透。这边防守，王伟又套了。周俊辰，还是，哎呀，坏。三下啊，嗯，很丢分啊。
而且你看这王伟边后卫啊，嗯，连着套三次，套三次都没给他，没给，下一次，体能和士气都是双重的消耗。他传了三脚，是传出底线了。嗯。你传给他，你在前插，你在跑，你别老想一脚球塞死人家。嗯。他不是干这个，他是个干突击的活的。看到反击，他应该是选择控球了。小申直接解围，好，好的。朱建荣，好的，好球，一个传当，转出来，接反击，可以，左边路，好的。朱永辰看这个球的选择，边上又上，又上了，给压力了，给这个拉多尼奇了。拉多尼奇也这么传，哎呦，这是后卫自己顶的吧？嗯，他自己顶了啊。家里也乐了。他的状态很好，他比赛的这种情绪啊，这种张成林，嗯，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多的这个脚下多发展一下，因为他你看他这几个内线，张成林啊，对呀，这首先拉多这么高个出来传中，然后十号在里边争顶，这就是得反啊。他的大个都有啊，卡里索投球都不错。我们现在有人数上的优势，还是让对这小个边上走，然后做做突击下底，能往你只有下去往里传，你才机会靠近球门啊，才然后你才能还有就是你能造个是角球啊，造定位球啊。定位球，对，这个要发好，啊，六十分钟，这个要发好，大个儿都上去了，还有半个小时，任意球快发，快发了，边路再回，亚迪，右脚头球，哎呀，外围还有周俊辰，再分边，哎，你这下场了，你得，这一会儿这忙活啥呢？这四脚球，你看看，哎呀，这连着。进攻的终结啊，亚历一直在示意我要脚下，要脚下呀。你看，他也很不愿意啊。换人，告诉门将董春雨快发啊。球先出了边线，武汉队进攻啊！过了第一个十五分钟了，还有两个十五分钟。要抓紧时间啊！这个多一个人是给我们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要好好的把握和利用。好的，传好，控，这下，哇哦，门前呀、啊！这下是周俊辰做了一个，这下漂亮，很正确的选择、啊，这下是很正确的，对，所以说还得打下去嘛，对吧？你打下去是有机会。嗯。哎，刚才这下门前两个点呀、啊，球速传得非常快啊，过了对方的很多防线。刚才这下这一瞬间的，这是周俊辰的价值。你要你在边路起高球，这不行啊，王伟。那些好球，这个难度太大了，这个难度太大了，角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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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拉多尼奇，你看了吗？还得下去，下去以后到这个位置他就有危险。哇，这是对方后卫蹭了一下，门将又碰了一下，董春雨扑了一下，两下的变向，这下就看命，真的看命，这下就看运气了啊！他不扑这下，正好压力，对，就这是看运气。董春雨这下，你有的可能后边跟上来一个咣一推个空门。所以还得往下打啊，从两个边尤其是左边，右边现在是个假的，右边是个包抄点，实际上。五科维奇，我们中卫五科啊，打富力的时候进过一次头球，
减少和对方的这种争论啊。对方是在把时间尽量的在利用每一次机会把时间的消耗，是不要去和他更多的争论。我们现在已经吵架吵赢了，没有任何意义啊，要进球才行。战术2-2，再传，点不错，点不错，这个传的质量很高，连续吊球，连续有球速，好的，没事，再来。这个球压力是调到左脚，是一个战术球，左脚的。对方实际上防着这点了，球罚的很好，哎呀，没等着，重振，没顶着，这下是前点。重振这点很关键，罚的很好，很平，后边有加深，有五颗，有好几个点啊，很平，很快。那这边波波维奇的角球直接到后点，门将董春雨啊，太飘了，太飘了，没速度，对。这种高球门将很容易控制，而且离门很近啊。对，正好门将出击，可以利用身高臂长的优势把这个球控制住。64分钟，比分还是1-1。现在其实左边可以找个传中的高手，或者是后边撤一个，把朱建荣再挪进来。嗯。然后右边加上人，现在要传中，中路很难打。是。全是人，边是有戏了啊。王伟1-1，朱建荣到了这边了，他是左脚。对方这个球没有晃出空当来，对方刘云一直没有丢位置。回给波波。传出来，对，再转。时候过去了，亚迪到右边，又回到右边。他俩人换位置，来回可能在场上就不停歇的有机会换。突好边儿，传好。王伟左路传中。还有，扎底线，扎底线。没出界，没出界。感觉体能上有点困难了。哎，这下不好，强行没不是这下没趟出去，就在裆里边拉不开栓这样。体能消耗很大，他连着套了4-5次了。嗯，每次基本上左路的进攻他都参与到边锋了。而且看十七号周俊辰也感觉体能也开始有点困难了，但他有点突击。嗯，就是说现在就是你把它调了吧，把它调了上来的不一定比它强。嗯，所以说就是除非它体能消耗再大一点，然后这个冲了啊，实在跑不动了，对，再弄两下，哎，再冲两下，还可以再冲两下。这下没上来，上来了，对你一跑把人都给带走了。好的，位置不错，很好。亚历山德利尼1-1内切，走底线，传后点，角球啊。对你只有往底下打，你才有定位球的机会。67分钟，这边是亚历法，这边是波波法。嗯啊，看左右都是内旋啊，对，都是内旋，往里转的。第一点，埃弗拉顶出去了，再出来，还有再来，还是武汉的抢到点5颗，把球接出来，你别走，再起来，对，把球再起来，射门，啊，冲撞门了啊，这球要不吹冲撞门，估计能打起来了，VAR也会找回来的，只要这下一碰，肯定，基本这就有点经验，就不上了。他抱着球，他往外发，你把他一撞，他就往地下躺，2-3分钟又没了。对你这时候，而且是持续进攻，刚才连着传，对，连着传，脚球这边发过来发过去，持续的时候，你看这下啊，你别跟他接触，你跟他一接触，他就等这个了。你让他摘着都不要紧，是摘着，他马上就得发球，他有几秒钟，他不可能耽误时间太长。你这一碰了就在往上压啊，对，你再一碰了，他肯定就全躺。这根本都起不来，这种。特别是现在 VR 的时代，以前可能有裁判不吹，你可能就是说偷鸡偷一个啊，这也许。但是现在，你就算主裁判不吹 VR， 还会给你找回来的，这种球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停，这一停，两分钟，好像几分钟啊，再开球是七十分钟了。青岛队到现在还没有人员的调整啊，可以换手了。他下半场没有反击能力，嗯，他现在一个 F 拉，我跟你说，他顶在中间反而是不管用了，嗯，他球传不，他拿不着球，嗯，所以后边现在没有那么没有必要这么多人了，嗯，直接变阵型了，这数。二十分钟。嗯，六十九分半。俩人在商议，嗯，啊，成明和吴指导在商议。要做决定要尽快啊，要尽快了，是要调了。已经打了下半场，已经踢了二十五分钟了，是，没敲开，嗯。你再这样一个节奏啊，再不变一下节奏的话，这样来攻的话，嗯。现在其实就是说几个，一个是人员变化，一个是阵型变化。先考虑阵型要不要动，因为他后边如果觉得不稳当，那就阵型不动，嗯，然后换人。朱彦荣进去，别这么起，别这么起。四十五度起球，威胁是最小的。对，你看他没有机会，他拿不到球，这一个人盯，一个人保护就 OK 了。埃弗拉下半场基本上在我们消失了，他已经拿不到球啊。对，几次出现在镜头里面都是出现在回防的过程当中，在自己半场拿球。王伟左边路，这是一个二打三的机会，王伟中间。中间中锋露头了 ，C 脚下这下，二十四过来了，立上，直接大小攻就塞进去了。为什么这个边路这几次起球啊，都是现场告诉他别起这种球，要打要起就往底下走。压力很困难啊。对方也知道，真正有威胁就他这一个啊，真正有绝对威胁的啊，不能放松的就他一个，把他换进来，把他换进来，那个边加个人，加个边锋，甚至可以下个后腰啊，现在这个情况。射门，他的球接了，朱建荣没毛病，朱建荣七十二分钟扳平了总比分，哎哎。漂亮，搓进来，搓着墙，周正上来，往里搓了一下。VAR 看看，应该没问题，因为对方在就进完球的时间在找。嗯，主裁判是没吹啊，主裁判是没吹。我看一下，看球，是这是对方。没问题，应该没问题啊啊！我觉得拉多尼奇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身体对抗，打得好，这下打得很漂亮，嗯，打在肩膀上啊，两个中锋之间啊，漂亮啊！这是我们又重新站回到，没问题，哎，没问题，进球有效，漂亮，进球有效，进球有效，追平了，追平了。青岛队又重新站回来了，这个天平，这一下我们就站绝对优势了。本来这天平已经快完全的失衡了啊，对，我们现在站绝对的优势。还有二十分钟，算上伤停补时，还有加时赛，进可攻，退可守。对，现在主动权在我们手里，我们也可以趁这个一鼓作气再去
追一下，好了，没问题。一旦开球，这个球就有了， okay, 改变不了了，改变不了了。嗯，我们现在既可以趁这个机会再攻一个，也可以按部就班的等到加时赛，人数占优势时间越长，我们这个可能优势越大。谁呀、啊？冷静，冷静，有牌的都靠边。冷静啊、嗯！这时候我们现在是有主动权，没必要，完全没必要。有牌的都凑远点啊！对。有王浩啊，王浩注意自己的动作呀。这侧后方的一个铲球，朱建荣，关键时刻朱绝杀。刚进我都不敢庆祝，看 VR 的对啊，到底看 VR 啊。朱建荣这个球算是把自己的压力释放出来了，因为对富力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投球机会没有把握住啊，但这个球是关键时刻拯救球队于水火之中，又要套牌了，罚他了，又一个，又一个，武汉要注意武汉的定位球啊，武汉因为他现在经阵地战也没什么办法啊。在场下，是张红牌。卡里索，嗯，顶替人，他还有个韩鹏飞啊。先处理球，后场，后场。情绪，他情绪是完全失控了，场上场下都已经失控了。哦，这么看有，这么看有望九十分钟解决战斗啊！武汉现在这个情绪是完全不正常的一个情绪。你说裁判这些判罚基本上没有毛病，没有、啊，基本上没毛病。可能在一些小的犯规上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在进球啊、红牌啊、红黄牌这些东西上都没毛病。每一个球经过慢动作了回看来看，都是经得起这个检验。他都看 VR 了，没问题，没问题。我看这全队的这个心态都有问题啊，刚才是外援中卫啊。我们现在自己只要别犯错啊，对，就是别自己带牌的人啊，注意，千万注意。嗯，然后剩下的就是天平在大量的朝我们这边倾斜着。头球摆到边路，周俊辰，一对二角球，角球，角球，看看能不能定位球再抓一个啊。只需要再多一个进球就能完成这个赛季的任务啊，对，起码给球迷留一个明年主场看中超的机会啊，多一个人现在啊，多一个人，罗维奇，科维奇，维奇，维奇，来，吴书胜突然间埃弗拉，危险，危险，哦，他有没有牌？没有，王伟没有牌去。王伟，他没有牌去。王伟没有牌。我记得他要有牌再见了。后防线上唯一一个，唯一一个。哎，五颗没有，五颗没有啊，五颗没有。现在是三个后卫有牌了啊，一个后腰有牌了啊。王伟，这个牌值了，这牌值了，这牌值了。哎，还是埃弗拉呀，他就这么一个反击的机会啊，他就能。石家庄，石家庄领先深圳了，那边平了，那边也平了。上港和啊，那边是总比分也平了、啊，也平了。嘿，苏宁吃张红牌，一比一平了，单平了。嗯。那边也平了，二比二。嗯，总比分也平了。这边二比一，二比一。
热闹啊，两边都打加时才热闹啊。打到最后才能啊分出来。邱胜那边体能可能有点问题了，嗯，刚才看往回追那下，腿应该是有拉伤是吧？换人了啊，施哲要上，归位换人。换人啊！裁判在等什么？怎么了？要把邹正？没事啊，这怎么还把他交回去？再把他交回去，再交接一下吗？已经完成换人了啊。没问题啊，今天这 VR 也是几次和裁判的沟通，让我们觉得总觉得心里啊一跳一跳。我看这边全队的啊，疯了！哇，他俩是争一块儿，他俩是争一块儿的，抢一块儿。张常林和埃弗拉抢起了。你看现在这个状态，有没有让你想起带队和武汉红星踢这个城市这个业余比赛这个状态啊？这是干嘛要罢赛吗？这是要招呼刘云罢赛吗？这是欢迎啊！这是蓝头。主裁判能听见他们说什么？没法踢，就是还是对裁判的判罚。对，这刚才是要招呼队员罢赛啊！这是，你看那个手势，回来不踢了啊！好，欢迎，赶紧把队员带走。他罢赛算3-0是吧？你看看他，这肯定要套牌啊！这肯定要套牌。四官弱点，压不住啊，压不住，对，四官弱点，压不住。这把马宁放这个位置上啊，四官弱。稳住，大哥，喊稳住。其实武汉这样的话，也等于帮他们在拖延时间呢。这就是战术。对啊，这也是一种战术。你这多拖延这五六分钟，补时可不会给你这么长时间的补时啊。郑斌在这不踢了。嗯。他一脸懵，嗯，不知道他现在不知道该罚谁还是怎么弄，这全出来了，都出来了啊！这下把监督叫来了。嗯，按说不都应该有这个教练员指挥的这个区域吗？只有教练员和这边和翻译可以过来啊。还是在说，嗯，王伟那个铲球，嗯，那个动作，这个他觉得他们应该认为应该是制胡，嗯，还是这个原因，所以他觉得不公平。但这个东西 VR 没有提示啊，如果是这个给够不上，对啊，制胡，这个动作够不上制胡。看这教练组，感觉这个全队都上来了啊，也年轻，都上来了，嗯。也年轻，像虎坚。这个下半场，这又4-5分钟过去了啊，又4-5分钟过去了，又吹停啊，发门球，发门球啊，
刚才是个没出吧？是都过了太长时间了，已经忘了，已经忘了。刚才发生了什么？头球顶，头球俩人撞一起，俩人撞一起，是个门球，是个门球。你想这比赛争段时间多长吧？啊！明天，这时候别要这种球，你这种球往地下倒，裁判不会吹的。刚施加完这么大压力，埃弗拉三人的防守，你动了就犯规。坐回来，帕里索过身后追不上，是大了，太大。抓紧时间啊！哲过了一个啊，加深给五颗。刚才这一缓，心脏队现在又不用换人了，感觉这体能休息了五六分钟在场上，直接想打身后。王伟这球想的有些简单，往断球的反击流云，别都过来，别都过来，这种球不怕，没事，这种一个人忙不过来，只要补位不用都过来，不给他脚下啊。他就是俩人在这，刚才就是俩人在进攻啊，看住他，防住他和埃弗拉之间的这个联系。转移，朱建荣交完球进去，对，王伟，王伟再回朱建荣，朱建荣这个位置上横传，往后在右边啊，第一时间就可以横传给右边啊。那踢防守队员、踢后卫出身的，向前出球的能力啊，几乎为零。施哲传来了，周俊辰，这个难度挺，这我跟你说，这要吹了武汉直接这就不行。这你看看，有 VR 没问题，有 VR 啊。第一脚是踢呲了啊，第一脚踢呲，但是第二脚看看啊，马上去追啊，这个我估计是很难啊，这个我估计是很难，裁判一般也不会去吹，这个球是说给个点球太牵强，太牵强，我给自己的找了个大麻烦，对，是啊，你还听 VR， 可以，好样的，不是 VR 好样的，复明是吧？不知道，复明啊，复明，复明 ，VR 是好样的，这球还敢踢这么大，害怕事不大，好事好事，摁上最好。复明表示我的论文你们查过了，没问题啊，武汉球迷你们可以继续啊。嗯，没问题没问题，这球给点球，说实话，我们作为青岛的这个。主场的这个评论员，我都觉得这球如果给点球，太牵强了。你说这球如果他没有踢出那脚呀，那脚明显踢呲了，追也追不上了，球都失控了。关键还有提示。哎，施哲，头球做给亚历，不，回给亚历。传球。快找出，找出，不要跟他较劲，没必要。找出，你看回敲就完了，不要跟他少接触身体，给他们先了。现在裁判吹武汉的时候都会特别的谨慎啊，没有100%把握都不敢吹啊，压力很大。嗯。外援之间的硬碰硬，你看，没吹。胸部的防守啊。肚子挺球，比赛真打到白热化状态了啊！感觉这个场上，这比赛看得过瘾啊！过瘾。88分钟，这时候啊，两边无论谁进一个都是要命。波波维奇，亚历推到很深的位置，亚历，
防守也是很有层次。亚尼尽量还是传了走啊，用传递来制造王维。这球是强行的起球，前点拉多尼奇可以鬼魅的一漏啊，想要干扰对方的中卫，但是对方中卫没有上当。五科再转移出来，继续朱建荣这脚抡在了卡里索的身上，一张黄牌啊，没牌的不要进，对，没牌的不要进，有牌的千万小心，你别让他找上这下。深圳扳平了，2-2，这样的话。如果这个比分保持到最后的话，那么深圳晋级了，深圳就晋级。这场比赛的输家将会面对又很惨烈石家庄。嗯，七分钟，嗯，七分钟还少了，哼，就这七分钟啊，武汉队得磨掉3到4分钟。好球，摘出来了，拉多尼奇，好球，不吹了，不吹了啊，压力给了。五颗，这球也一直在看进攻和防守队员的位置，抓紧时间，这球不要去任何的去争论啊。这时候武汉也是强弩之末，他这拼了一口气在顶着，都在顶着，对，咱起码还多一人啊，现在真的也都不敢轻易的换人。压力打扣一个，没机会了，再倒就倒在右脚上了。王浩、王伟禁区里面亮三个点，后面头球拉多，哎呦扣后脚打，拉多也是体能消耗很大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个迈步拉栓就很吃力了，最后这下把身体让就是甩出去就好了。嗯，他做的他射门的时候他倒地了，不倒地掰不回来这下。嗯，体重太大了，啊，这要是大中锋，这是个零小型的中锋，这球还可以扣一下，脚腕子能控制一下。这种体重呢，就这一下，最后这一脚啊，踢中就有，踢不中拉倒。埃弗拉今天是，在前面也是孤掌难鸣啊，特别下半场比赛，看这边累了，你看看这表情，有点死磕了啊，这是。追了，现在92分钟，我估计加时赛的时候会有人员的调整。青岛队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换，只换了一个石哲啊。周正那边腿应该是拉了，明天。这会儿谁能追这种球，就他了，我的妈！这种球他这基本上就等于解围了啊，已经解围了，中场的解围，咱要抓紧时间啊，趁着他现在这个已经是精疲力尽、强弩之末的时候，头球摆下来，周君臣速度，哎呦，没拿到，可惜呀，啊！这球如果拿到抹进去了，就是。他这种没有联系，嗯，没有反击，他没有反击，嗯，他换下巴普蒂斯唐之后，你别看巴普蒂斯唐怎么说也是个外援啊，把他换下之后，这前场是真的就是说只有埃弗拉一个人。他进来以后他拿不到球了，嗯，他在边上给他个脚下，他自己就能忙活起来。你现在他顶在中锋的位置上，嗯，拿不到球了，就像天津之前把阿辛博彭顶到中锋位置上似的，没用啊，他再快，哎，后点，没出界啊，没出界啊。
哎呀，接着踢啊！这球传的真好啊！这叫传球啊！再传门将呢？刚搓了多好啊！这球，亚历传的嘛，应该是左脚亚历传的球传的，跑不动了，真跑不动了。这球接着踢啊，没出界啊，反射进来。朱建荣这球，他是真跑不动了。他估计那他觉得这球他也没了，估计出底线了就。四分钟，准备加时了。嗯，准备加时了。太惨烈了。没给。现在裁判就是他自己现在也不太好去了，因为这个还是很，就是这种一般这种后场的犯规他会很谨慎，对啊，前这时候啪一任意球，对，他一罚起来进了，你很难解释，你让青岛在后场发任意球，这事没什么好说的，大伙儿就都过去了，除非特别明显啊，裁判现在就是说这种时候会很谨慎，很谨慎，就是特别佩服那种最后一两分钟还敢吹一些不是100%点球的那些裁判，那心理素质真是。很过硬啊，就是看上去不是100%点球的。王凯是真拼了，没劲儿，都空罐了刚才。嗯。武汉这也换了好几个了，武汉这换。李超上了。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青岛队还能发动一到两波的进攻。王浩向前呀，王浩，你这。起来。别着急。嗯，还有，朱建荣。好的。哎呦，体重上。嗯。完了，王浩。你就是不听话，你就是。王浩啊。真是。就是不听话。王浩啊。早晚让人给找上了。哎呀，这下人数平。嗯。王浩啊，两黄一红，你真是没有必要啊！老板还上来找，全部回到了0-0了。嗯，比分0-0，人数10-10啊，全0-0，全部。从他之前那脚传球就牌，我就说小心，这你自己有牌，这种动作都不能出。之前那脚传球就是你安安全全的一脚，右边路一大空档，你推出去就完事了，多带一步往回一传，对方还给你一脚，然后挨了这一脚之后上去又是一个犯规，一张红牌，踢一个安全球回去就行了啊，我踢一个安全球往前走就行了。他恨不得摆中线那图去了。两张红牌啊！结束了，他都不敢等，结束了，赶紧吹死。嗯，他哪敢等？全场比赛90分钟比赛结束啊，加时赛2-1，两回合是3-3，加时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因为这个90分钟打平之后，双方也不会再回更衣室了。
好的，加时赛开始。朱建荣在右，嗯，周俊琛在左，十号撤回了后腰，王浩下去了，嗯，啊，就是他等于跟波波维奇两个人等于是个双后腰，嗯，但是他进攻的时候他往上走，其他人员还是没有变化啊。嗯，接脚下，对。哦，传当。打，起不来球。还有机会。起不来球。起不来球。起不来球。全力以赴都堵他这下。嗯。找犯规。乱套了。乱赢了啊。乱赢了，裁判现在也不吹啊，不轻易吹。亚迪，洛维奇，左路，换到右脚，王伟没有机会。洛维奇，右边路，是哲，起球没有过低点啊。下面有个外援。啊。可以上，因为他好几个，他还有个马丁斯啊。对呀，啊，他好几个外援他都没。那会儿是上了。那会儿对呀，啊，那会儿。那会儿上场就伤了。是啊，他后边一个。他就剩一个马丁斯了。对呀，啊，但是他，嗯，他人员可以。他可以上，对。他可以，他允许可以。他可以再换个外援上，啊。也不知道是马丁斯伤有问题还是怎么着，就是来了踢了两场，再就没用过啊。嗯嗯。踢了四场啊，进了一个球。又一张黄牌，从阵啊！好的机会 啊！对身体的考验，对意志力的考验，对体能的考验。双方这个经过了刚才下半场最后那十几分钟令人窒息的这个比赛之后，现在加时赛显得平静一些，人数均等了。对，刚才那十几分钟啊，真的是非常惨烈，比赛可能不是特别精彩，但是真的草坪上每一平方厘米都是充满了对抗和拼抢。武汉闪过禁区里面，好球，好球，好球，小球都不能给，小球。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啊？弗拉，好久没看到他了。哇！看到他就是这么可怕啊！好久没见他，一见他就是太惊人了。
们就是被动换人，然后现在就绝不主动动。又是埃弗拉，右边，后点，这身体做得好了，郑林，出这样，手出了边线啊，出这样，首先出了边线啊。不换朱云臣，终于做了一个主动换人啊，这算主动换人了。朱云臣也是冲击了九十多分钟啊，朱建荣也基本上体能也到极限了啊，到极限了啊。转，好大，刚上来有劲儿。再要，再给他。沃维奇，亚历，这边有施哲，亚历，自己。哦，这个有点急，这个有点急，这个有点急，可以再配合一下啊。但是你射门，我们没有人有意见。其实有，就是有可能的。试试脚感啊。也快跑不动了，你要做动作已经很吃力了，十号都回到这个位置了，感觉青岛到了一个瓶颈期了啊，武汉这瓶颈期感觉已经过去了，他们通过不断的换人，控球还可以，我们的控球还可以，他刚上来他有劲儿，双方都已经拼到了一个极限啊。不吹再来，就是你们俩继续，也不吹啊，头球抢下来，直接转身射门，五十号，杨毅，好，又打高了，右脚，同样一个位置，上半场比赛有这样一个位置啊，是被董春雨扑住了啊，这就是还是右脚，是不是脚球？没有，应该没有脚球。争得不错啊，抢积极啊，这下出来个抢出来个机会，没有脚，没有，直接是打高了，右脚啊，右脚，这脚球其实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蹭了横两个皮儿，感觉是啊，右脚啊，右脚他就抡上一脚了，反正就是吃正了就有啊，对，也不知道踢哪儿，他自己踢完了不知道这球往哪儿飞啊。当年阿兰希勒说的，我罚点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球往哪儿飞，我就是。卯足了劲儿，就那一脚啊！阿兰希勒一般比较定点，那个，他那右脚那个射门力量啊，对，那个拿右脚带着正脚背内侧，出界了，手球吧，手球了，不是手球也是越位，反正这球是，还是这好容易上去一趟不容易啊！他今天有点玩复啊，我啥年纪了？这表情太有意思了，这手球了应该是，哎。还不像啊，滑了一下，哎呦，
这是想踢点球了，这是。这是想直接踢点球了，这是。跟个换鞋呀。不会吧？40号。24号。你选一个。你选一个。24。他肯定不能换10，也不能换后中后卫啊。24踢得挺好，那就是40号了。觉得24踢得挺好。我也觉得24踢得挺好，24在场上还有机会，刚才又是他的射门给10号创造机会啊。来了，哎呀，24啊，拉多尼奇啊，啊，门前的绝好的机会，绝好的机会，40号啊，哎呀，他是个，他左脚，那边右脚，那边是右脚，憋着脚，憋着脚，体能消耗太大。你认真点啊！你认真点。这时候体上来体能比较充沛啊，也无可厚非的一个换人，因为这时候，确实有跑不动的情况了啊。你换一个上来，他这个起码他防守面积够大啊，防守端有功力啊，起码能保证我们不丢球啊。越位位置上的会接啊，会接，会接。加时赛上半场还有30分钟啊，就要到了，快，很快的30分钟。抢断，哎呀，这是体能消耗很大的时候啊，比赛会经常出现这种意外，全都摔倒了。朱建荣，转移，感觉他这刚一上场啊，重心都没调稳啊。这10号，亚历山德里尼，这也是有体力的啊。哦，这个线路没有。这线路后卫不挡就是门将的，刚才这球。五科，王伟，王伟89，今年也都31了啊。脚身长，太靠近后卫，怎么了？都没劲儿。这时候啊，谁能组织一波，就是说能破门的进攻，基本上这个比赛就这样了啊。就是加时赛啊，有的就顶多就是一个球的情况了。这和我们之前看的那鲁能那场加时赛不一样啊，都憋着劲儿呢。这个是真都拼的，已经是油箱里的最后的一点一丝油了啊，就能开到加油站的一个水平了啊。埃弗拉，加深小心，漂亮，先送身体、啊，很关键，先送身体、因为这时候体能严重下降的情况下，防守队员做动作都会出现失折。埃弗拉躺一会儿啊，我看歇会儿，都歇会儿，两边其实想歇会儿。这刚上来的，今天还没被他折腾过啊，也没牌儿，放心踢吧，干净。有一脚，一般第一脚都会有个机，裁判第一脚都会比较的，就这种尺度的犯规，你如果再来第二脚，你可能就是这个尺度再来一脚，对，就是连续犯规，连续犯规可能就是一牌儿、啊，同一个人啊，第一脚短时间里，这种尺度第一脚应该没事儿、啊。刘云，左脚，这球顶出来，外围第二点是我们的阿卜杜拉，全干什么？上了语气你不自己弄？也是解围啊，就给你当英雄的机会啊，能不能抓住？卡里索，105了，加时赛到点了啊。根本不给机会，他根本不给你机会，对，就加时赛结束的时间到了，还有15分钟，这个直接不休息啊，直接换场，直接换场，直接换场，
加时赛下半场。苏宁加时赛领先上，那就成老将了。都是中场，这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德拉这个胡子修得很有型啊。啊，下半场比赛，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决战十五分钟。决战十五分钟啊。总比分3-3。加时赛上半场，其实青岛队还是有机会的啊，两次门前的机会，一次十号的抽射是打得稍微高了一点，一次是门前的24号拉多尼奇的射门，呀，交出去，交出去。尼奇非常积极啊，这球生生的又把这个球抢回来，米纳拉，二十号王伟，头球手交了，这球只要有争议啊，这赶紧赶紧吹啊，体能有点下降，因为他这个球可能对球的这个落点判断出问题了。脚步可能倒不过来了，倒不过来了、对，没劲儿。强行的用身体、用手去够一下啊，打到这个时候真的是，就真的是没有太多的体力可以用了。进攻线上的储备还是少了一点啊，现在想换人都没有人可以换。对方这球，米纳拉啊，还是回到了，在防守端，米纳拉还是让人放心的啊，不会让人失望。球迷对他的诟病更多的是这个进攻端的无能啊，但是这样比赛打到这个时候，其实，吴指导换他上来，就是说稳定一下后防线啊，还是有必要的，毕竟现在打到加时赛了，加时赛的最后十几分钟了。很凶，抢完了自己出现了失误，躺到一个啊，躺下一个，这谁呀？张成林是吧？张成林，今天的上半场、下半场各补了6分钟、7分钟，补时补了13分钟，是常规时间踢了9分钟，这加时赛又踢了，这是。108分钟了，比赛已经是我们现在已经转了多长时间？2小时37分钟了啊！张成林这球是无球的情况下啊，坚持不了了。腿也在捂，手也在捂大腿后边了，啊，有点拉、啊，抽了，有点抽。这个到罚点球的时候，他这个射点球也是个问题。他刚上来，他就在，他又是年长。哎，这球有没有？拉多尼奇。哎呦！一脚射门，还有，哎呀，这球拉多尼奇又一次错失良机啊！但是他这良机都是自己拼出来的啊，
哎呦，太可惜了。现在没有，你看打过去，只要打到背后，基本上都动不了了。你看，都动不了了，他都不。哎呦，最后射门这下也是，也是发不上力了，也是发不上力了。想打一远角，蹭了，蹭在脚后跟这个位置上了，没打在脚弓上啊。109分。还有最后的10分钟。吹，那就是24号顶在最前面啊，10号也是。这明天还真有劲。这明天真有劲啊！阿卜杜拉这刚上来呢，刚上来。门球。这到110多分钟，刚才这个冲刺。还能这样冲刺啊？很有，但是跑得很有技能。埃弗拉也抽了啊。他是真抽。他下去基本上进攻点就没啥东西了。全场啊，埃弗拉这也是尽力了啊。埃弗拉可能也没想到，开场那十几分钟打得那么欢去啊，然后还助攻一球，本来以为又是一场自己很嗨的一比赛，结果没想到宋志伟那一下啊，本来这场比赛的发展绝对是埃弗拉大放异彩的一场球啊。你想青岛队如果人数对等的情况下，少落后两球攻出来，埃弗拉在前面得多少机会？没想到啊，宋志伟那胳膊。胳膊肘啊，就说，我说这个比赛就这样，没有后悔药吃，你所有的瞬息万变，这个就瞬息万变。比如王浩那个红牌，对，常规时间的最后的十几秒钟了，你现在带着一个人的优势打这个加时30分，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抽的很厉害，不行了，抽的很厉害。这坚持不了了，哎，马丁斯来了。马丁斯，他上面下边有个可以用的外援，他一直就没用，啊，一直就没用。对，体能很充沛，而且他有名额，他有名额，他不是人数，不需要下外援，不需要下外援。埃弗拉其实不想下，但真抽的是。坚持不了了，小心啊！这个刚上来啊，这个有劲儿啊，这速度也快啊。王伟，埃弗拉打中锋并不是很优秀，你看他就在边上，突一串，这个很厉害。你要顶中间没什么戏，他在中锋位上他拿不到球，因为他很多时候是背身的，转过身了就。这就刚才说了，跟阿奇姆彭打中锋一个道理啊。对，他很快，在边路可以忙活啊，但是你在中锋位置上他站不住，而且他全场就他一个点，就是说你都知道要传给他啊，地球人都知道要传给他。身后，朱建荣，这球应该是不会吹啊！这球应该是不会吹。漂亮，漂亮！王伟，任意球，没吹，吹了吧？没吹，这球是不犯规啊？应该是没吹啊！王伟这下。你这不明摆着踢上了吗？埃弗拉啊，巴夫蒂斯唐，还很疼，抽的，真没吹、啊，没吹，不敢吹了，不敢吹。
这个吹了。加深。加深有牌了。加深有牌了呀。又一张红牌，两黄一红，加深下去了。哎呦，而且加深下去，下一场，这场赢了还好说。赢了 OK。啊，赢了 OK。这场赢了还好说。赢了 OK。哎呦，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刚才王伟那个球没吹，回过头来给加深这个红黄牌。其实这个球放他过去没什么问题，五颗一脚就撩出去了，一脚就撩出去了，放他过去也是缺点经验，也是体能消耗太大，本来想靠一下，就缺点经验，重心就全送出去了，连上都不上，不挡了这下，五颗一脚撩出去完了。又一张红牌啊！比赛的第三张红牌，还好，115了，还好。你要早的话麻烦了，形势马上变成青岛队该死守了啊！现在。这时候吴指导五分钟，这时候吴指导应该要换人了啊。乔宗烈，防守的时候应该是有换人的，底下坐着防守队员还是比较多的啊，进攻队员相对来说还是少一些。王海林站在球前，这都是下面上来的啊，林斯、李志啊，都是加时赛换人来的，李典顶出来。再拼第二点，马海林，阿布杜拉造了对方一个犯规，这可以一张黄牌下去就完了吗？这也有牌了吧？刚才从这有牌了，是吧？如果一个尺度的话，这个对呀，这个球也完全，这个球也对呀，对呀，你是。冲着人，冲人去了，这下撞腰啊，横向凌空把人掀翻，一个尺度的话，这个球应该也给一张黄牌啊。朱建荣，阿卜杜拉内切，十号要球，前面没人，右边上去一个，十号没传，十号自己带。十号有机会摆脱射门，还有这边有人，这边王伟看这个球传好，王伟内切，还有十号传，我的天，王伟再挑没越位，阿卜杜拉回给十号，十号再传，再来，哎呀，哎，这球啊，在门前。始终在发展，就是发展不到关键下那一下啊，进了就保级了，就是到不了拉多尼奇脚底下，十号自己也拉不开栓，然后那球应该是青岛队最后的机会，少一个人现在很难再攻上去了啊，这种机会很难了，十号刚才连续的中场的过人，我看够不着，哎呦，这球。这球不吹，塔利索，场上双方都已经脱节了啊，都已经脱节了，就乱套了，乱套，全乱套了，这应该踢在对方后卫，踢在对方后，全乱套了。118分钟，姚汉林，他把塔利索压上去了。他多一个人，他想这个用人数的优势，别动他，别动他。明天阿卜杜拉解围，韩鹏飞全退了，还有一分钟。估计伤停补时，这个伤停补时还不都不能给你补，不给不给，赶紧吹死他就得。我觉得他能给个一两分钟。张成林，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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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了，你这几次这个再见，还玩这种突破啊？到点了才办。
即将迎来对于青岛足球来说最为重要的一场点球大战啊。青岛足球队职业历史上、职业化历史上有过很多次的点球大战，但是换人吗？都没有这一次。是要换人罚点球吗？看看，这时候换的话，肯定是就是为了罚点球。是换门吗？换换地球啊！吓我一跳。杨宇，姚江山，这要换门了，这要罚点球了。这是罚点球了啊！罚点球了。杨宇、姚江山换下石哲。这个换谁？换上拉多尼奇，换下拉多尼奇啊！真的拼得跑不动了。一分钟啊！对，上去就结束了。上去就结束了啊！拉多尼奇太遗憾了，今天加时赛两上下半场各有一次机会杀死比赛。太可惜了。黄牌，一张黄牌啊！黄牌弄完就可以吹了。球啊！犯规了，最后假身假胳膊。说中文跑吧，让他进去啊！五颗，估计啊，裁判不敢让这个球发展起来了。哎，也没有发展，直接吹死了，也没有发展了。一百二十分钟激战，2-1，总比分3-3，青岛队从11-10变成10-10，变成9-10啊。